那个，本来想说土地不在，今天气场好，有俩货都凑上来了。帝王蟹。说，吃完再。老大，你切，有我呢。儿子呼唤你呢。不行，没看着我衣架都背身上了吗？我真的了，你给我找一下午的麻烦了，给我回来。这个帝王蟹八斤，但是因为昨天没割，肉来的有点空了。去有个事情，儿子想跟你说。妈，你去。给孩子吃点。不吃，他在跟我找事儿呢。你等我一会儿的啊，等我一会儿下直播，咱俩慢慢说。咱俩说到明天早上都行。给我捡到来，这家搁你们搁后边吃的，我我再忍一下。哇，这行哎。